俗话说得好，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拍戏大大小小事都要花钱，韩剧剧组只好向王大陆看齐，给厂商满满的，会给你们带来各位满满的大平台。오늘기분되게좋구나응좋아날아갈수도있을만큼날아가지말아줘네가가지고온다三星身为南韩四大财阀之首，手机、平板等产品，韩剧里几乎人人一台，根本就是标配。但关注度似乎输给美国来的潜艇堡。根据《纽约时报》去年统计，有17部韩剧里都有 Subway 的踪迹。술은깼어요아유그럼요나많이안마셨어요많이마시던데취하니까영딴사람이고아유무슨그거저마세요나다기억나는데저거라지루한개만예알겠습니다제가수리영역에서7번문제를방정식에대입을해서 X 축에양상추를올린다음가아니라그러니까거기서함정에빠질뻔했는데맞았어요어여러사람들의대화를들으며회사의깊은관계자가아니면알수없는정말중요한내부정보들을많이얻을수가있었대대표님요즘많이변하신것같아요응뭐가예전엔식사는혼자만하셨잖아요같이먹으니까입맛이더좋아지는것같더라고요그걸몰랐지예전에Subway 把钱塞得宛如塞百味，也让品牌在韩国店数激增超过430家，在亚洲仅次于大陆。而大陆当然不会让潜艇堡专美于钱，也在韩剧中插一杯羹，像鬼怪两大帅哥喝的是大陆瑞奥牌鸡尾酒。아주시라고요3분입니다주세요3분와도깨비다역시집에는애들이있어야사람사는집같고그러네车银优主演的《女神降临》出现京东，顺带一提，这部剧还有大陆资本呢。不过有钱之路没有错，碰到传统文化那可不得了。这韩国人看到宋仲基在剧里吃韩式拌饭，却拿大陆牌出来，纷纷傻眼，扬言抵制。但这还不是最令人生气的。哦，왜무슨일이야여보세요왜그래어디다쳤어다친게아니라놀랐어영희가골라온커피가황실커피랑맛이똑같아첫맛은풍부하고끝맛은깔끔해대한민국은이걸시중에서판다고뭐좀있냐 아직없습니다아시원해장미김치좀먹을줄아네왜선배님의현명함에반했니그게아니고그신문물은뭔데얼굴입술다바르시네서와옛말틀린거하나없다어애들앞에서는멀티밤도못바른다더니너가져네거하나면다돼감사합니다날이야멀었니찬것좀내와라얼른여기대령이요젖지말고그대로한입쭉먹고달콤함을느낀후에저어드세요哇塞，那 King 这部戏太夸张了，到底是在追剧还是追广告啊？也难怪当时主演的李敏镐会被亏是广告的君主了。